我们的今天的行程就是搭火车到基隆，然后转搭新台马轮到马祖南竿。嗯哼，哦，今天玩骑个两个。我们搭3:23的吧。对，现在3:23的车，北上的区间车，哎，直达基隆。好啊，现在我和这个齐哥啊两个搭、两个搭档啊、okay. 两个搭档，我们齐哥是老兵老兵来回去探望他的以前的据点，来准备上车了啊，火车来了，准备上车了。那齐哥到了基隆火车站终点站啊，我们现在慢慢的出去吃个晚餐。基隆火车站，哎，现在我在基隆港口的旁边啊，现在已经走出了啊基隆火车站，可以看得到啊，我们走出了基隆火车站了，现在在这个前面基隆港口旁边的这个灯光非常漂亮。我们来晚餐吃个排骨饭。来，啊，齐哥，啊，排骨饭啊，一人饭。如果吃不饱的话，我们再吃别的。好。这艘海巡署的这个船舰。桃源舰，桃源舰。现在看到的这艘就是新台马轮。晚上我们要搭这艘新台马轮到马祖。新台马。好，在我前面 ，OK。好，现在我们在新台马轮前面拍照留念。马轮的这个这艘船的前面，现在准备到柜台购票，晚上就要搭乘这艘新台马轮到马祖的。到了这个新台马轮的购票口。现在排一队，我排一下好了，我排一下，你在旁边等。徐哥在这里，我们现在排队的取票。这个爆炸大厅很宽广。我们现在齐哥在这边等拿船票啊。国内线登轮，现在排队登轮了，排队登船。现在已经那个空调，哎。现在进入，啊，进入到船上的船了。过头了，过头了，第一站这边。哦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好，在这里。好了，我们是。这边嘛，不是这边里面呢？哦，我有点乱，里面往里面走来看。没有门去。啊，这里呀、啊，啊，5355，新台马轮的座这个座舱这里面啊，船舱里面，我的这里是 BC53号是。对呀，是这个
底层的，底层。可是我们六四五敬老六四五的特别优惠，做在这个安排在底层。哎，我们的奇哥已经到了这个 B 区55号，单人房。现在已经在台马轮上了，从船上往外拍这个基隆港的夜景，真的漂亮。哎，我奇哥在这里啊，拍一些夜景，这夜景真的漂亮。台马轮上那个拍基隆港的夜景，可以看到的哈，很漂亮的夜景，难得了，难得这个晚上在基隆港这边，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，太棒了，赞。船轨，这座椅蛮高档的。咖啡，这有分那个尊贵贵宾舱、头等舱、贵宾舱、二楼、第二座舱，这边客房。哦，那个贵宾舱在里面，你看，头等舱、贵宾舱在里面。他可能没有给你参观，这边是餐厅，餐厅这么简单的、贩卖部嘛，咖啡店嘛，就贩卖个东西给你吃而已。有卖泡面，有卖泡面可以给你的，你来站在，你在这里一下，我拍一张。餐厅这里，奇哥在餐厅这里。奇哥可以可以。哎，曲哥在餐厅前面来留影。开始了。我后面是餐厅。后面餐厅呢，我们要等一下肚子饿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吃东西。贵宾舱。尊龙贵宾舱。整个第一层看外面。来，就过一下。好，来来来。这是床头还是床尾啊？头等舱。床头啊。贵宾舱。进去拍呀。尊龙贵宾舱。哦，卫浴设备。曲哥在尊龙贵宾，曲哥在这个中尊龙贵宾舱留影啊，在这边吗？啊，曲哥在尊龙贵宾舱留影，太棒了！我看到他尊龙贵宾厅的贵宾舱的这个卫浴设备哦，独立的套房，太棒了。这个卖一个贩卖部嘛，卖泡面为主，泡面还有一些吃的。简单的啊，这个是冷饮，
语调。啊，这个就是这里。啊，我们齐哥，你要吃泡面的话可以吃一碗。哎，要吗？不用啊。啊。哦。啊。这个面包很多啊。嗯。你要买面包也可以啊。啊。面包、咖啡都 OK。哎嘿嘿。OK 没？咖啡、面包。喝咖啡。好，买面包喝咖啡 ，OK 吗 ？OK OK OK。啊，这单价，来，后台，奇哥，这有卖啊，这卖泡面啊，这有水啊，这水很方便，这有水很方便。啊，对，你看。这个有热水了，很方便。你要泡面很方便。你肚子饿的话，讲一下。房间里面呢，有这个保险箱，还有一个保险柜，可以放贵重的东西。还有窗帘，啊，门帘啊，啊，这个上铺，啊，这个下铺，我们这个。满65岁的进老卡的，都安排到下铺，啊，不用爬楼梯。哎，我七哥聚精会神的在看手机。这整个 B， 我们是 B 区，B 区的，啊，这个 B 区的话，这个也是很多人了，啊。地区也是蛮多人在这里的，都现在我们在船尾啊，齐哥在船尾啊，来看着这个港湾高亮的灯火。现在已经开始缓缓的出航了。船主出航了，站在船尾这边，啊，还可以看到美丽的夜景，漂亮的港湾。啊，现在，军台马轮已经开始缓缓的出航了。海港的灯光非常的漂亮，是15号早上5:30，新台马轮已经到了东引，准备停靠中柱港。
白马轮已经到了东引中柱港的码头，准备停泊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像我后面呢，看得到的中柱港三个字，啊，停泊在这个东引的中柱港。啊啊 ，OK， 来。啊，现在背景后面是东引最热闹的行政中心。啊，徐哥，你后面是西引，你后面那个岛是那个岛是西引。啊，对，它的行政中心最热闹，我们会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啊，前面这里啊，在前面那边我们这边住在那边。啊，那边住的、吃的都在那里。啊，你改天来东引的话，就要住那边，要吃，那边租个摩托车啊，绕岛。现在新台马轮已经慢慢的驶离东引中柱港，要往南竿方向过去的。现在台马轮慢慢的掉头驶离中柱港。啊，齐哥还在这里，眺望着东引岛。齐哥，东引岛没来过吗？啊，这次终于给你最靠近东引港，东引岛。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有下船，但是你的镜头已经最靠近东引岛的这个边缘了。啊，到了，给你看到了中柱港。啊、现在新台马轮已经到了南竿，慢慢的进入福澳港。看到的岛是南竿岛，我们已经接近南竿福澳港。齐哥，有没有兴奋？对。啊，准备到你这个当兵五十年前当兵的地方了。老兵回到南竿。整个带弹。巨大的标语，这个福澳港的港口这里停泊了很多船只，新台马轮已经渐渐的
进入码头，南竿福澳港的码头。到了福澳港码头，欢迎莅临码头。